好，真的是成功夺金了。那李阳的妈妈跟哥哥今天很低调的到新北市中和的福德宫来拜拜还愿。李阳的妈妈来到了中和例行福德宫，她拜拜答谢，感谢神明。那么庙宇方面呢，还特别送给李阳的妈妈吉祥物，还有灵阳纪念酒。那李妈妈就承诺说，等李阳回国之后呢，全家人都会亲自一同前来感谢神明的保佑。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